造出这个芯片。 这个芯片在这个缘分线里面吗？这个光是上面的。蓝色那个是上面的。圆的是哪一个？圆的是这个西杆。这个是西杆。中间那个是西杆。 外面在这个，外面这个炸的那个炸。啊，对。把这个罩住，而且。 放下来不能压到其他的那个，其他的元件。啊，这个这个大是正好在这个匹配的。 说一下，我们这个什么？